一百九十页安尼，这个经文吼，伊这个重点是讲性性相，性性相吼，心智甲人品、民主相。头前是讲一切心，该是幻心、幻性、幻化。啊，不过即马即讲到重点啊，即马用即个所在讲到重点啊。若无为者，即是一切诸性根本。安尼即句就重点啊。始终无有痴戒，亦无破戒。若无痴戒、无破戒者，是即无行，亦无非行。若无有行、无非行者，是即无心，无心所发。若无有心，心所发者，即无有业，若亦无业报。若无有业，无业报者，即无苦乐。若无苦乐，即是空，即是性相。始终无业，无起者，无有心业，亦无口业，亦无意业。始终无有上中下差别。安尼即话吼，就讲出迄个无为法的即个内容。那么即个安怎讲呢？吼，所以伊讲以下就讲故现前无为，而现是性相。那么即个无为，即个无为，就是讲真理的意思。所以真理另外一个名也叫做无为，无为就是非作为，不是作为的，因为作为就有这个生成异别，不过真理不是作为的、哦、所以这句话无为就是叫做无作作非因缘啊，无生灭变异、啊、那么这个什么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，当然是讲真理，真理不是生命变异，不是有为，不是因缘造作、哦、所以这句话另外一个名称它叫做涅槃，也叫做法性，也叫做实相。无为就是个说明涅槃实相空性法性。那么如果那是要甲先解大约，先解讲，讲先这个民族诸相说安尼，这个民族就是去讲民灭，含迄个民灭讲意思，民族。在民俗上啦吼，这个民俗讲这意思是什么话？叫做明灭，就讲消灭渐进的意思。消灭渐进，头前这句无为，要会当显示哦，因为无为开始现性。那么什么叫做性？性就是静的意思，性就是静哈。那么今仔日那是讲要达到到这个显示现性。就讲你的真理显露，法性显露，实相显露，一定爱先灭诸相，因为众生的这个心内底拢有执着，妄想执着，迄、那个妄想甲执着先明灭安尼，先明灭呢，迄个性相、性性才会显露出来。哦，所以这个就是消灭精进一切诸相。一定要按这两句话讲，灭掉一切妄想诸相，迄、那个性性的无为才能显露，那无可能。哦，所以这个内底佛陀拢总有先讲着讲，若无为法，迄、那个若无为法，迄、那个就是一切诸相安尼。
迄、那个无为法显露，就是啥呢？一切诸性的一个实质啦。因为性就是性的意思，吼、哦。那么三性的性质，因为这个显露无为这个工作，就是三性性质这个根本道理，也是讲根本开悟安尼。所以今仔日咱大家根据这个佛法来修行。咱的重点也是安尼，但是三乘圣人呢，伊当然是阿罗汉、啊辟支佛、啊个大乘菩萨道，下当定位阿罗汉，这个就是已经证悟。有那是去讲四乘其中的一乘，下当进入到这个缘觉性，嘛是进入到这个四乘其中一乘。哦，圣人啊，阿罗汉啊，辟支佛、啊大乘菩萨道嘛。哦、所以今日那是要开悟无为正涅槃理，安尼即个就是三乘圣人的水准还阁未起来。所以即句我们讲三乘圣人的根本，哦，但是无为法咯，本来是安尼哈，无为法就是迄个基本真理本来无生无灭安尼，迄、那个叫做无为法，我那唔是造作的。所以即句讲无为法本来是安尼，那么下面呢？如果以此为所以而体证这个无为法，迄、那个那么就是成为圣人。比如讲，咱今日学法，咱的重点是甚物货呢？就是为着要开悟，为着要证真。那么今日咱如果呢是以体证、体会证悟这个无为法，那么咱有哪关在做圣人啊？咱嘛是圣人，请咱注意记这句话哈。所以，迄个初地菩萨证无生法印，它列在圣位、十圣位内底了。这个有不断给甲咱做提示，哦。所以，这个比如讲，声闻的四果，苏德环、苏德含、阿那含、阿那阿罗汉果，这个叫做声闻四果。那么，搁再来的缘觉，这个缘觉就看大地什么变化，而且缘起而自我，这个叫做缘觉。那么第二就是佛陀所讲的这个十二因缘法，了后一去了无明，绝无明，然后绝生死。那么这个叫做缘觉。佮再一点就是大地菩萨，这个大地菩萨是讲地上菩萨安尼，因为这个菩萨有显微菩萨，啊加这个地上的菩萨，所以这个大地菩萨就讲地上菩萨。地上菩萨在因地修到这个个。诶、欸，D 啊，甲即个 B， 这两种完成甲究竟完本甲达到即个佛，吼、哦，安尼叫做四性啊。声闻、阿罗汉、甲辟支佛，以及大地菩萨以及佛，安尼啦，安尼起来甲叫做性。那么这是性，伊即内底个那个就是净的意思，就是净，净的意义啦，即净，吼、哦，你唔通甲讲性的正义，唔是安尼。净的意义，那么这个净是啥物呢？净净得净，净净得净。这个性哦，这个性等于净净得净，净净得的人啊，是啥物？就是无性法，净无性法啊。安尼才当叫性，请记即句话一个“净无生法”的意思，吼、哦。所以内底下面较叫做离邪净净。那么这离邪又是什么意思？这离邪讲，邪就是有漏，真正无漏呢。哦，这离邪。那么真，可以讲得无漏。有漏就是有为，那么这个无漏就是无为。哇，这个名相是安尼哈，
那么有漏有为，无论是善还是恶，当中叫做有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善恶有对待，所以这个叫做有漏。哦，这个是有心去做作善恶，但是搁在执着。那么这个叫做有漏，所以这种的人叫做幸啊。请注意记好，今仔日无论做善，要爱到迄个报，安尼这个叫做幸。这个叫做，所以这个叫做邪妄心哦。作善为报，作善这个叫做邪妄心，请大家记好。那么今仔日那是讲无漏而无为，但是无为而所无所不为，这个都含虚空的体性同一理，安尼才叫做真。所以这个真理性正真，那么这个真就是真的意思，就是无漏无为。所以安尼才当入圣，啊，若无是落在果报这个善道恶道来得哩。所以咱今仔日做已经三四年啊，三四年到底恁今仔日迄个目标列出来未？啊，是搁落在善法感应来得哩？你即马家己想，你今仔日伫只已经三四年中间。所恶来，从这个成佛之道，而这个归敬三宝五法戒定，二乘圣人甲大乘菩萨道，讲到真的，佮讲到圣万经，来讲到这个宝积经，你所听来，你是毋是有抓出一个修学的重点？就是为着要离邪正真。那么今仔日，你是毋是已经有落实迄个真？在这个法义上，你是不是有一个体会出来？假使你还佫落在这个善恶的对待上，安尼你原就是未好哦。所以今仔日请注意，一定要事实未，啊你脱胎换骨未啊？我讲脱胎换骨，恁知无？知无？敢知影？知吼？脱胎换骨未？入圣的理念未？入圣迄个理念未？入圣人的理念未？你今仔日搁再停顿伫迄个感应善恶的报应，安尼你还阁歇个？因为这个是有漏，哦。啊，那是你今仔日已经体会出无为的圣道，无为的圣道，这个就是真的法义上，你已经入手啊。这个叫做入法，哦，所以这里面不敢说离邪正真，这样才叫做圣人哦。所以有善恶的对待叫做邪，因为那个叫做有漏嘛。无善恶的对待，无修无正，那么这个就是无善恶的对待，因为本来就无生无灭。那安尼呢，才是真真正正的无漏安尼，哦。所以这个金刚经告诉一切现象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那么这个现象若是要告诉自修的独善其身，啊跟众生共生得度，也就是大乘菩萨道，自修独善其身呢，这个可以叫做现而已。但是修这大乘菩萨道共众生同解脱，这个叫做性。但是呢，以性的为大家讲咧，三贤地有那叫做贤，哦，那么十性地较叫做性啊。所以这个自修心、自修心、自完成，这个就是贤，就因为伊家己看家己尔，哦，这个叫做贤。安尼其实喏，啊，那出世共解脱众生，共解脱要度不了众生，啊，这个较叫做性，哦，这个就有这两段的差别哈。所以呢，再话讲性贤，拢总以无为法。就是究竟的这个空理的一种觉性，不生不灭的这个非因缘所生法的这个涅槃道。那么这个是以这个为基准，可是呢有差别，有差别就讲什么差别？因为当这是圣人，但是因是自修心、自性心、自性道的水准。那么大乘菩萨都是以共众生共水准、共完成，安尼这个有差别啊。虽然是开悟，拢总是健康理哦。不过一种人是自我解脱为主，
一种人是强壮性动脉的为主，那么这个就有差别了，这所以二有差别。当一个正道的人，但是有差别，所以亲像离弃无为法咯，就无圣人可讲啊。哦，你若是今仔日无注重迄个无劳无为的话啦，你若无注重，啊，那么你永远有那叫做凡夫俗子哦。你注意一下，因为阿个兴嘛，所以阿个兴的人，伊即马计做诶代志，拢总是有劳。这么来哈，主圣者所现证的无为法是无时间、吼、哦、无时间啊、空间的这个相，这头前拢有讲过啊。因为这个法性超越三时嘛，吼、哦，超越三时嘛，无时间性可讲，嘛无空间性可以讲，所以这是无法，嘛无零数的相，五零五数的相，五所零五所作，无迄个相哈。我会当修行，我会当度众生，无迄个相哦。那认为讲你本身会当解脱，还佫会当度众生灵数，那么这个就无对啊。为甚物无对呢？即马这个后壁小可有讲到。比如讲，你今仔讲你个度众生灵数，我能度众生，但是实无众生得灭度，这个在金刚经敢若讲到真清楚，听好无？袂使就讲五灵五所灵，吼、哦，安尼袂使，嘛无甚物心境。讲我伫当时安怎啊，即马变甚物货，我心境提高。即个在有为法是可以讲哦，唔过即个无为，即个就无心境通去讲啊哈。但是伫凡夫就有哦，真正凡夫就有，凡夫过去无明执着，袂堪即人讲三句话。所以咱会安尼，这是实在的代志。人敢那讲两三句，啊，就面就压起来，啊，就心内不舒服。这个叫做凡夫。但是当你有一天已经认知，在问题的业性，你提升起来，安尼同心境提升。哦，这个在渐处性内底是可以讲，不过你出世道内底呢，无心境通去讲，安怎样吼？所以嘛，无什么名义啦，吼，嘛无什么质量的相，无哈。因为无为法。在诸佛啊，甲这个过去现现代，都拢用虚空来比喻。虚空无相，无对台，无时间性。不过呢，这个就是你今仔日开悟后，迄个无相法，较用安尼讲的哦。我搁再提醒下，今仔日凡夫落在轮回生死中，今仔日拢总有甚物呢？有迄个五执的问题伫内底哩。那么这个呢，当然这个就心境有差别，心境有差别，就是健康你的这个无为法咯，健康你的无为法，所以现出四种的圣人，安尼嘛一个有差别。可是真正虚空无差别哦，真正虚空无差别，所以我们讲在这个现证的绝对空性吼，现证的绝对真理，安尼甲讲，绝对的真理就是这个空性嘛。这个是无差别，所以叫做无为。所以在这个无为中是无有其界哦。即马来哈，众生是有其界，众生若是无其界，无可能解脱。不过呢，咱人的自性内底本来就具足一切，所以就无所谓其界甲破界的代志。这个在渐处修的中间方便说，说讲到这个绝对法。的中间是无差别，可是伫这个对台法内底呢，把这个凡夫要甲提升的这个理路内底，叫众生持戒，唔通破戒安尼。不过伫这个空性内底呢，诸法毕竟空，都无所谓持戒，也无所谓破戒。这个义无共，一种是绝对的理，一种是对台理，这个是差别。对台理是有差别。绝对的真理是无差别，所以绝对的真理内底无所有、无所无有其界嘛，无破界。因为自性本自无相，那得什么叫其界的功德？啊，那得阁用破界来甲众生讲破界就对了。因为自性如虚空，自性是虚空中的绝对真理，所以无所谓其界，也无所谓破界。好、哦，所以这本经典宣说的。这个功大正行的时阵啊，什么叫做功大正行？就真正的这个行业，
什么叫做公台正行？这个正行就是啥？真正行业，因为这个行，包括有做作，这个是有为啦。所以这个业第三呢，就是做作的意思。真正的行，做作的行，哦。所以在这所在就甲诸位在注意讲一下哈。所以咱今仔日在这个行的中间有一个正行，啊，甲一个助行安。这个在有为范下，有正行有助行。所以今天他跟我说公大菩萨的公大正行、哦、当然他是特别注重这个戒律，所以这个三不老学的第一点就是注重戒、哦、所以注重戒律、哦、所以在这个六道万行中用戒来说明、哦、用戒来说明，所以第一叫做布施，第二就叫做持戒，有乞丐的人会报施，听吼、哦，有乞丐的人伊绝对会报施。第二，有乞丐的人绝对忍辱，袂讲因为人两三句话，咱就变面啊，心内特别不舒服。听无？有乞丐的人是绝对有精进，但是毋是乱贪恋。有乞丐的人绝对有这个善定，有乞丐的人绝对有智慧。你想看这几句安尼对唔对？记得哦。啊，若其他无吼，迄、那个就是有那戒破灭了。唔是讲今日我持戒是这个不杀生、不堕胎、不邪淫、不妄语，这样唔是安尼。有持戒人要布施，布施到什么？布施到这个身心拢讲布施安尼。吼、哦，有持戒人心忍六行，有持戒人有精进。所以无计精进害他的人，迄、那个无持戒。爱做一点，所以内底甲讲，吼、哦，六道万行中甲用戒来讲啊，因为这个有相关，但是戒是涵盖、涵盖布施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啊。所以这个戒定慧，就是包由戒来生息定慧。哦，所以用戒来讲，所以戒如果修持卖烦，啊卖污染。啊，卖生肉，生肉就讲一点啊，搁再去唔对个，哦，迄、那个心嘛，吼、哦，渗透的心嘛，吼、哦，卖搁再一点啊问题，啊，就予咱起出问题出来。别人个即个有问题，啊，由咱影响咱，啊，咱搁生问题，就是一句话，就甲咱渗透到我们的内心，啊，就起出不正安尼。迄、那个叫做生肉，啊嘛袂使破损哦，修改修好，唔通去破。唔通去算，譬如讲算啦，咱若一句话唔对就算啦。一个心念动机唔对就算啦，迄、那个就是犯戒去啊。一句话要注意哦，所以安那个叫做持哦。哦，但是犯戒行就是等于损坏戒体，要注意哈，犯的戒行就损坏戒体。那么，什么叫做戒体？安怎会靠戒体？就是你有防非止恶的实质功能安尼，安尼较叫做有戒体哦。所以今天咱经过着这三方大戒好了，种种戒也好了吼，有修有修戒，吼、哦，修戒是一个仪式，但是重要是修戒。请大家记好，这不是讲啊，我都去修戒了，啊，修戒了你回来了，你在日常生活上。
即摆是常性，我就讲咱平常时一生中尽享受的即个一生中，你真正有防非止恶无？但防非止恶即个问题，毋是讲我无去动作，因为重要是迄个贪嗔痴哦。因为今仔日咱的犯戒，就是内心有起贪，啊那无呢，就是痴，啊那无就是嗔。吼、哦，贪欲就是有贪欲就犯戒，有嗔为心就犯戒。无始无明对犯戒安尼，安尼应该知影吧？所以重要是这个心、甲心思意念所起的问题。所以这个戒体吼，戒体就是有防非止恶的实质功能。如果那是无防非止恶的实质功能，安尼你叫做破戒安尼，你就是破戒，就是你内心有起贪欲，心为无起。它来产生到这个杀道淫恶口机妄言妄语，也是讲不满、嗔恨心。那么这问题就是你破戒，为什么破戒？就是你内心有贪嗔痴嘛，安尼才造成到你破戒。所以这个重要要注重戒体，就是有实质，而这个防非止恶安尼啊。那么从这个啥呢？从这个现象变说来个讲，这个变相现象界的变说。就是旁边相关的这个内容来个讲，但是寻求一切法的真相，无性空不可得的无为。即马来哈，即马来现象的变说安尼，就是谈到去讲的在啦哈，谈到讲现象变说。但是呢，你如果呢是寻求一切法的真相，因为一切法的真相是空相啊，听好。我空法空啊，所以一切法精神是空相，一切法本来无自性，本空，是无一法可得啊。头前皆讲的自戒、卖破戒，这个就叫做有为。但是将你进入我这个无为呢，应该是无性空不可得，所以这个就无为啊。所以这个问题是什么？看你面对什么人讲话哈，这个不是矛盾哦。请大家慎重一下，无矛盾。但是这个有为是渐处修，今仔日众生落在这个无明显内底人，佛陀较用便方便，甲咱开示，一定要安怎修。所以有修戒袂使破戒。但是这个法法皆空的中间，这个无为法，诸法不可得，因为咱的自性本来都，迄、那个有修戒无修戒，迄、那个含自性无相关啊。一点啊都无相关，因为自性本自具足咧，哦，自性本无生灭，所以今仔日这个绝对的真理，甲相对法内底，这是两码事，两款代志，请大家记好哦，哈。所以这个就是啥，无迄个量词甲所词的相对啊，有为法是量词所词，无为法是无性空不可得的。所以我们该讲，这个是无有灵智甲所持的相对，嘛无有受持甲破坏的境界。哦，唔过记咧，今日你众生如果你若无修改，你原在搁在造业，你要达到无为的觉性，不可能。因咱大家毕竟还阁是凡夫俗子，咱的这个内心内底还阁未清净。所以今仔日在这个有为法，你一定要坚持得先而固执安尼，唔通讲今仔日啊都无为的空虑，那得个什么叫有改无改？我跟你讲，我们还是凡夫啦，咱大家拢是凡夫。对这个戒德一定要固着，你若是无固着，就是渗透、破损，吼、哦，还是讲污染，那么你的如来藏的体性无可能显露，绝对袂出来。哦，所以这个就有一个差别嘛，哈、哦，安怎样哈？所以今来电话讲，在这个绝对的无为中间是无受持甲破坏的境界，所以法界经甲讲安尼，戒性空，痴烦不可得。因为戒性本来是空性，就是你有痴戒、烦戒，拢总含迄、那个含迄个空理无相关啊。痴戒也好，烦戒也好哦。含空理无相关，唔过今仔日咱是凡夫，真正有相关。世界含破戒呢，真正袂使真。
比如讲，今仔日咱要食一贴药啊，安尼来甲讲。哦，虽然讲这个药啊，内底有这个动物性，甲这个食物性，但是讲，中医师甲咱讲，这个如果恁你若是含动物性的，这个药力是较强，效果较好。哦，啊，若是讲完全是食物性的，是药力无较强，效果无遐好。那么注意你要选择啥？无唔对，佛法内底有甲咱讲，当你个艰苦需要的时阵，你会使开眼。哦，安尼唔就一条套，一条套。即马咱有时讲，哎呀，唔过即个是个动物界咧，咱我还是买较好安尼。你安尼想来想去吼，虽然佛祖有开眼，你即个病若是医好了，你会使忏悔。可是即个体质内底呢，伊个比迄个动物物件佫甲咱渗透，安尼嘛是一个不足。所以想来算去，有那是买较好安尼。我讲应该听有，因为安尼都渗透入去啊。虽然唔是甚物罪哦，想想这个无啥通，哦，所以这个就爱注意哈，注意这点。这个讲有为甲无为的这个分界，到底你要安怎样落实哈？所以就无为中啦哈，无为中，无持戒，无破戒哦。安尼就无形、无正形、无形的意思。因为这个无为内底里呢，都无所谓持戒，甲无所谓破破戒。因为这个无为是绝对胎嘛，啊，这个持戒甲破戒这是对胎啊，所以进来的都无形、无非形，无迄个什么叫做对，什么叫做唔对啦，安尼。哦，因为修戒就对嘛，破戒就唔对，唔过伫这个无为法中。无迄个对甲唔对安尼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是咧讲咧，所以行包括身行，哦，即马来要甲讲有为啊，哈，即马这段就是要讲有为，即、这个行是包括身行，身袂使有杀盗淫，吼、哦，那么即个语呢，就是一定爱袂使有即个邪妄语，吼、哦，有即恶口奇语妄言两舌的，伊就是袂使有贪嗔痴啊。哦，特别是这一段，就是讲行的中间是一定要包括安尼嘛，所以注意的就是咱阿个是凡夫一个，凡夫一个，因为你有贪嗔痴，就有杀盗淫，就恶口奇语妄言两舌，你就不满，什么代志心就拢变出来啊！你即马就爱考量哦，考量什么？今仔日行的中间，我即个为什么有即个问题？就是我业识内底蛮会使讲太垃圾。今日你看一两句的就变变变，啊！就这个贪嗔痴，这个意就不断的流露，就是起现行起来，就是因为咱内心物件无清净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咱无坚守身行、起行、甲意行，袂使即个。啊，若无坚守持戒甲破戒吼，注意持戒甲破戒啊，那么迄日拢有行，行就讲你正行甲恶行，你今日有持戒叫做正行，啊，若是无持戒，就是叫做恶行安尼。破戒就恶行啊嘛，哦，比如讲你今日去变一个面啦，迄、那个问题就大呢，你也知影呢，哦，所以持戒破戒是不可的，即、這个就讲以无学来甲讲，有持戒甲无持戒吼，迄、哦那个含诸法中已经无相关。那么即个是叫讲无为哦，谈到讲到爱持戒袂使破戒，即、這个叫做有为。但是呢，持戒甲破戒不可的，那么无行，无行就是无非行啊。因为你都无迄个讲有必要，当然无迄个有必要，等于都袂迄个讲无必要安尼。即、这个就讲在即个绝对法的中间，就无所谓持戒甲破戒。那么伫对待法内底就有啊。哦，所以即、这个哦，注意看，因为即马即个是去讲迄个基本的真理哈。所以唔加谈到进来，即讲若无有形，甲无非形，吼、哦，明白吼？那么迄、那个就无心，甲无心所犯。因为你今仔有个注意戒的忧心嘛，有个注意戒的忧心，啊，你若破戒的惊吓，即、这个嘛叫做忧心。但是伫空性内底，无所谓持戒，甲无所谓破戒，那么即个是绝。对待的，就无所谓心，甲无所心，
无迄个心所法。那么，什么叫做心所法？那么，这个心所法在唯识学叫做心所有法。心所有法的唯识学，啊，来，咱有那个甲咱大概提示一下哈，大概甲咱提示一下。因为这个心所有法是什么呢？就是随咱人的心，随咱人的八识心王所生起的这个造业，安尼，这个叫做心所有法。因为咱人的八识心王是什么？就是咱人的眼力必须心意，眼力必须心所生出的五识，啊，甲第六意识、第七的闻那识、第八安那也是安尼。哦，这个叫做八识心王。但是由八识心王所引导出来的做帮助心王作业的，所以叫做心所有法。那么这个心所有法的唯识学里面呢，是有这个各五十一个心所。这个注意我跟您讲一下哈，您等的这本唯识学来看，因为今天我不断的跟注意讲过，大乘两条路是各种诸法本空的这个法界，以及净化内识的这个唯识法相安呢？今仔日你要入识，将来你要真正在那净化，啊，甲要教众生安怎净化，你这本袂使无看，吼、哦，因为这个内容讲啊真清楚。你若是讲这内识袂当净化，这心所有，心所有法，你不断蒙蔽家己，所以这里头真侪有八识心王所显露出来，而且个做心王自业的这個问题，所以进来这呢，咱大概讲一下吼。你先嘛，等一下我搁再看。这个第一，偏行有无？偏行无？哦，第二，这个叫别见。第三，先十一；第四，根本烦恼力；要注意提醒哈，你今仔日咱是徛在凡夫位哦，要超凡入圣，要脱胎换骨，你一定要重视佛法，达到正知正见啊。佛法上的一个正知正见，较就是咱修学的实际哦。今仔为什么以前来这个提起这心所有法？哦，因为咱人这物件，这啦。这拢予咱污染，就是你先十一个诱染嘛是污染哦。根本烦恼即个包括贪嗔痴、妄道、五慢、邪知邪见在嘛。所以以前他去因列出二十种十烦恼，或者不定数，搁再来头前这偏见、别见，这拢是相关咱人的五十一个心所，就是去帮助咱的心王，也就是由心王所显露出来这自业问题。哦，今仔日咱是凡夫嘛，凡夫一般伫个做代志，拢总真真正正有够无正当的无正当，但是有时做了真明，大家看有，有个人做了是安尼呢，无解清楚，伊本身嘛唔知安尼唔对。哦好，我即马阁因为这个代志，我因来过来变啦，我因来过来变，安怎要阁因呢？我甲诸位讲一个详细。因为咱众生无明，就等于无知嘛。
无知若是要甲讲者更加清楚，叫做无知，嘛会使叫做幼稚啊。幼稚讲啥呢？改成迄个智能无开发，啊，见做诶代志拢总安尼改成唔对。所以囡仔诶唔对，咱那甲叫做幼稚。但是囡仔诶唔对，咱感觉真算好算啊。伊变现出来动作真好算，但是大人诶幼稚吼，都互人看到恶心啊，是毋是？恁家己想。不过今仔日的社会有真侪优点，譬如讲为着自私心所做的建立伫别人的不幸的身上，这个是有那无知哦，因为伊唔知讲安尼是家己做恶业啊，所以这个无知自然叫做无耻。啊，无耻呢，这个人无耻的动作，一般方讲，你的智能无开发，所以才叫做优点。但是做个伊家己唔知影，唔知讲安尼对见效代志。不过现场我要甲注意提醒，这个是较重点。现场甲注意提醒哈，因为今仔日这个无知所涵盖，别人咱看会清楚哦，可是咱家己看会清楚未？注意我怎啊反射恁家己本身的无知，你看未清楚。啊，有的是真明朗，有的是敢若是无介明显。可是咱众人的无知，反射无人知。但是无知是作业啊，所以今仔日真紧就受报，听好无？但是今仔日佛弟子你的重要是甚物货呢？你一定爱有正知正见，甚至爱落实知行合一呢。咱佛弟子是安尼哦，对人生的这个问题，你在这个做人的这个正当甲无正当，你爱有一个分界啊。分界，我你一定爱确确实实知影。不但你本身知影，甚至爱落实，你应该爱怎行路，行什么路？所以头先唔怕讲一点啊业力的问题都不可以，一点点也不可以渗透进来。安尼累到的，咱的原则必定受报啊。那是业力甲咱渗透的，当然咱是无正行啊。哦，这个是在世间的这个对待法内底的咯，因为咱在这个思想功德，这个十善业等于十善道。等于十福报啊，十种福报，咱袂使无善种，吼、哦。所以今仔日咱众生的八识心王内底，连你六五根对五尘都生色，生色就出问题。爱了解下，就出问题哦。第六意识的这个分别色内底连呢，你若是执着第六意识的这个五根色，你嘛会出问题啊。出问题了后，原那色的这个五执色，你嘛足够出问题。这个当中是由八识心王，这个、第八识阿赖耶是所交应起来嘛？哦，所交应起来，爱知影。所以交应起来了后，才有这个心所有法啦。哦，心所有啊，譬如讲今仔日天行五啦，哦，还是讲这个别见五，先十个根本烦恼，而这个贪嗔痴这问题，甲随烦恼甲不定，才有这问题显露。但这问题显露，就会记住咯。这有那是业哦，这有那是做善做这对待法的业，要注意，就是你今仔日的善，无达到究竟的清净哦，嘛是对待的业啊。小相根本烦恼是罪业，这是无唔对，但是这个是恶业，唔过善业嘛是恶业，你也知影，你也了解善业无那恶业，为什么善业无那恶业？因为善业无对待报，迄、那个对待报的修。你在这个善修中，搁在再做恶业，所以善业本来和你对了啊！你要了解，你要考虑。所以重要，你这个善的中间，你是不是达到正的这个问题啊？迄、那个才是无为无劳，你要注意这点。所以进来，你唔好讲心所有还是古，心是六识，已经是遮六识啦。吼、哦，这个是计讲正六识，而这个个。眼力必须心意的六识，但是心所已经是叫讲受相行啦。受相行，伊这句话有那是正确，因为咱人面对六尘生息了，会起感受，会起想，会起行，安尼行的执着，牵流执着的意思。但是你若要甲讲宽，给讲较宽，因为这个心所有法，就是叫讲五十一个心所。含心王相应的心所安尼，哦，所以其实咯，那无形、无非形，哈、
这个当然是无心无心所可得咯，因为诸法毕竟空。哦，爱了解这点哈，诸法毕竟空，有为法都有作用，但是一切法毕竟空，所以无什么心甲心所可得。这个是真真正的为识甲甲咱教，甲咱渐处修的这个基本真理。但是究竟往返的如来体现的空性，都无这物件。所以若无有心甲心所法，当然你就无作业，因为这心所有法，吼、哦，就是结合你作业的基本啦。譬如讲，这个善做善业嘛，啊，这个根本烦恼、随烦恼，这种该做恶业的。所以进来点讲这个啥呢？若无心，无心甲心所有法，就无业，无业就无业报，吼、哦。但是这个根本空性内底，然后迄个如来体性，迄、那个就无所为业，甲无所为业报。唔过往地的心所有法是有业甲有业报安。即、這个若要着勉强甲分者讲分开讲。今仔日众生度现的即个六道轮回生死，也是讲六道轮回中各种的即个正报甲依报哦。这拢是由心所有烦恼底变出来，就是业识的境界变出来。所以这个身躯是影，这个就是相分内底相分，业识内底相分。啊，相分是影，唔过影变这个影，啊，这个影就是幻生幻形的这个代志。所以人的心是幻生幻形，人的身躯嘛幻生幻形。还注意这点吼。所以，若是今仔日你彻底了解，吼，若无心，就无心所有法；无心所有法，就未造业，就无业，嘛无业道安尼。所以，业就是私心所想的，就是咱人的这个五十一个，因为这个偏行啦，吼，在内容内底偏行、别境、善、根本烦恼、随烦恼，佮不定这种含这个啥，咱人的这个心有直接的相关，所以这个叫做私心所安。含这个私心所相应，所以以及引起的这个心理动作，哦，所以这个心就是受业的这个业报主啦。所以咱人的这个受想行识的心，啊，甲一切心所有法，这个就是啥，互咱造成受报的主体因素安尼。好，咱休息十分钟，好、哦，再继续哈。